内侧。它这个城墙呢，全部由城砖垒砌，中间呢不带夯土，而且是国内县城唯一的内城工程墙。据说这一段 L 型城墙，如今正作为中国明清城墙拓展项目，与南京、西安、荆州等十二座城市集体打包，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午门的南边，这边的城墙和这个地面维修的还挺好的，因为这个遗址呢，距现在已经有600多年了，经过历代的破坏，还有近代农业生产的